大家好，我是林立香。大家好，猫猫吧。那你们两个游戏规则一，不可以吵到Yami爸爸。游戏规则二，自己躲起来要小心哦，等下妈妈会去找你们。那给你们20秒的时间，我数到20，我就会进来找人喽。Go！我要进来找小朋友喽。好，我们今天是在台中的欧游汽车旅馆。那这边好大一面墙啊，一进来就是一大面墙。哇，这边是唱卡拉 OK 的地方哦，看很舒服的椅子吧。那哎，嗨，谁在桌子底下？嗨，姐姐，我已经找到你了，第一个。是啊，那你先出来吧。我好快就找到姐姐了耶。好了，那我要去找妹妹了，剩最后一个，她会不会在这个窗帘后面呢？哎，真的耶，你也太好笑了吧！你们在客厅就被我找到了，这个就是他们唱卡拉 OK 的地方。哎，那我们都没有看到他们漂亮的浴室哎，这边推开，这边是厕所，超大浴缸。有没有金碧辉煌？然后中间有一个正方形的池子，然后这边是洗澡的地方，是可以，我感觉上可以一次好几个人洗澡哦。对啊，超大的。你们都放游泳池了？这边可以放一张单人床哦。嗯。我们来带你们去看房间哦，好漂亮的水晶灯哦。这个就是唯一的主卧室，一样有双开门，亚米爸爸在里面睡觉。前面有个办公桌，这边就是饮料台，对不对？这里最漂亮的就是这里最漂亮吗？哦，因为他们喜欢亮晶晶的。好啦，好。这就是在台中的欧游汽车旅馆，喜欢的也可以来这边住哦。主播说什么？